今天阳光明媚，大年十几我也忘了。初十四干啥喝倒是吗？你老大回来拜别吗？这话说的，我回来邀请我爸爸妈妈去四川的拜别。不就是拜别？好说不好听。拜别嘛。老瓜在那。那应该怎么说？省里家过不过的关啊？舅舅不会说话。过的关。你们那关。啊、你们那个语音我沟通不了。啥呀？拜别叫邀请。喝不喝水呀？爸，请进。离别的心一遍一遍一，那累吧啊！离别的累。哎、我这咋个要高兴点？行啊，八十年代真高兴了。这首歌叫《车站》。好吧，我的什么时候就能等到夏天？天从容啊，花香。夏天又闻又虫了，咬你哦！又闻到我皮后半身。加班辛苦了。我跟你说，那死虫，那小害虫的，就那一点点那小、啊、小黑虫。啊、你接着接着吧。我把姐妹，那时候生物虫都没遇过，那今天那你种种。麻烦，麻烦，我也是装的呀。我抱着人，对吧？你那个虫子扯的了。哎呀，那个蚊子扯的了。他们那脂肪人这么高的。你还要推上腰子一把，全是那吃虫干尸。我意思，你下午推上你一把，全是那吃虫干的。全是那吃虫咬的。你们先还吃的哦，吃的没事。龙哥，给你大红包子好吗？四川蚊子认人，你这不要龙哥他们。我们四川的蚊子是吃壳的。我在老家都没有被咬这样过，在老家这一辈子都没有这样咬过，在四川，一条腿都是，两条腿都是。还是蛮厉害的，两麻了。用一把纸子找他人，你爸呗，你说舅妈。我们一辈好，有什么好？那里边是没得纸，你不能讲，你大发了啊！我妈就是能找他的呢，找他的个鬼砍不上去。哎，看看，爸爸去种花去，好嘛，蛮好的。买了一把虫，买了一把虫，好的。说，嗯，小黑说的，妈皮还砍我那个的，我的用心眼呢，小黑的砍我那个没得钱的，是的。干嘛呢？离别的。好了。等到明年。我们把这个地方把它弄起来，就不用倒出去了车。哪里？这啊，这里、啊嗯。把这个弄掉。这里可以停起来吗？啊、嗯。你这个我打下去，动的车弄的几米，再我打下去就行。年也过完了，大姐跟大姐夫也回家去了。赶忙，人家也忙啊。龙哥说明天开车回去，大姐后天走是吧？分两批的，这月因为太小了，坐车落挺。嗯，嘿嘿，过完年了。回不到，能不能到？能到，有啥不能到的？火车已经进车站，我的心里有悲伤，汽笛声已渐渐响，心爱的人要分散。龙武走得了，走啦！他把我们梁三放在江苏生活了，不要我们了。说的，你们想在，你不是想回江苏吗？你就在江苏待吧。真的？那你去我们家待。那我这有家。一个人？多无聊。带俩闺女嘛，那不一个人呢？爷爷今天上学呢，爷爷还要上学。12号才开学呢，今天才5号。明天走。过几天？票没买？买不到票。过年买没有票、哦、说实话的买不到票不是不想走王东青是不是王东青笑一个给爷乐一个、哎、你笑起来真好看现在没有心思笑现在笑不过喊了大的棉花往上晃来来来来孩子们换棉花喽
从哪里点呀？哎呀，我要把大门看一下。好了，丽丽。来，欢迎黄涛。没了，没了，没了。来，后面来啊，加我一个，给我点啊，没点过来，没点，给我点。我们俩一块点。慢慢一点啊，梁啊。不要。啊，给他一块点，这吃到手了。这我没点到。打地道的。记得一下啊。哎呦。好看吗，耗子？城里没有农村好玩，农村可以放烟花，有小朋友，有自己喜欢玩的。是的，大家新年快乐，弟兄俩在一起玩。祝大家兔年突飞猛进，前途似锦。还有兔年大吉，一帆风顺，一帆风兔。高兴吗？高兴。上次一个炮的时候，我被吓了一跳，然后我就发现没啥呀，然后我的一身是紫。什么呀？第一个放炮的时候，我被吓一跳，然后第二次我就感觉没啥，我就进去拿人。你俩给我放那个了，好不好？地上确定要跪吗？啊，不用跪。你看。哥哥放的这烟花好看，哇，你看好不好看？你看哥哥放烟花了，笑吗？感觉有点幼稚了。跟那大的比起来，是不是就幼稚了呀？啊啊，对呀。这个好不好看啊？我拿下几个小宝宝，放一下天都炸了。你要不要拿了？我进我。我太有劲了，弟兄弟。嗯。这个不过瘾的，好不好看？这个省着光用。大爷给他放。行，不行这个红包。来，那你帮哥哥拜年。新年快乐！还有学习更上一层楼。学习更上一层楼。好。谢谢哥哥。
哟，王艳还给晨晨准备了半年的红包。王艳，可以。大哥哥当的不错。这哥哥当的绝对了。晨晨，晨晨哥当个磕头。他还小。他还小，晨晨，这是哥哥给你的零花钱。我鞠个躬。啊，鞠个躬可以。你当领头了，我给他鞠。忙呢，晨晨也就对王一涵能这样鞠躬，他要说这么多了，对哦，俩感情好，这哥哥给你的零花钱哦，哎，是压岁钱，零花钱，哥哥是哥哥不用给你钱的，但哥哥给你拿零钱吃的。哎，小金嘞，那小狗使劲喊了怎么办？哎，咦，他想出来？快过来，来汪汪汪汪汪汪汪，一直汪。